唔使担心啦。 OK， 知道啦，我知道你尽晒力噶啦，好唔好啊？唔夹硬顶耐啦，好唔好啊？OK啦，放心啦，唔使担心啦，好唔好啊？ 其实本来呢，我也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现在计划赶不上变化。 倒不如早一点，叫他马上好起来。这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。你饮水啊？你手啊，热啊，手啊，热啊，手掌啊，热啊。 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，哎呀，幸福就真的很简单。因为我想到有一天我老了，我就希望我身边那个人还是他。 你怎么哭了？早上，我不喜欢他昨天晚上说一句话了。哪句话？他说他喜欢一个人吗？然后呢？怎么把你哄好的？我不想跟他说话，我打算一整天都不想跟他说话。饭到齐了，开饭啦！哼哼哼，要吃饭吗？ 谁要吃饭？下来。哎哎，我们俩下去，你别下来。我们俩肯定要逼到他上来，请你下来，你就下来，听见了吗？小孩子一样。他不来哄你，你千万不要下去。你要绷住啊 ，Lisa 姐，你再饿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啊，唱完今天这个时候挺可爱。我支持你。好，我也支持你。干嘛？吃饭。Lisa 姐说她绝食了。。他也不出去吗？他刚刚也不……他说他哪儿都不去，他好像那个自闭症犯了。<笑>他说他想一个人过，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那就让他自己先待一会儿，我们先下来。随便随便。好好好，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。你别下来啊！啊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给你信号，你再下来。好。有人来吃饭吗？哎哥，你现在如意了，你彻底可以一个人过了。好。哎。 我也帮不了你了。
你再坚持，嗯，坚持就放在那边。